孟凡，你说你打扫打扫家来的卫生，他能拿么子啊？你怎么不打扫？平时没我打扫。哎，你说我成天的在外面上班，我累不累啊？我哪有空打扫啊？那么你去打扫个卫生能吃么了？你这大男人，反正那么成熟干什么？我就纳闷了，你说女人是干什么的？不就是持家的吗？打扫打扫卫生，照顾照顾孩子什么的。 你自己来，反正把责任提到我身上。行行行，你爱打扫不打扫哈，反正我是不打扫。你不打扫是吧？那我也不打扫。不打扫哪都？你还来劲了是吧？我就来劲了，哪么的啊？那我就去你了，哪么的啊？我去坐那马车。你坐那马车？这么硬啊，这是一吵架一桩啊嘛，一吵架一桩啊嘛。 别弄脏了！对呀，一直跟我吵会儿架，他就又说一桩嘛，然后没事就很开心的就回来了。你说这是你去抓马了，还是干点别的什么营生去了？不行，我得赶着去看看。 谁家的狗啊？吓死我了！还真是来俺妈家了。妈，在家里吗？啊，你是来啦。 妈，孟凡他又打我，踢了我好几脚。你是吗？哎，这家伙不打扫卫生啊！哎呀，你别在这胡聊哈，我知道了。行了，你别生气了，我知道。下次挨问你的事儿，你没错。那个，你把门关上，一会儿我进来，来了我吧，我赶紧去了啊。你去干啥？凭什么的？ 好了吗？这丝瓜是不是有点生啊？还行，真甜啊。啊，那行，回去吃，你给我把那些都吃上啊。行，都能吃了。行，哈。 小兰，爷最近这个水头儿紧不紧啊？嗯，妈，我最近水头儿可紧了，主要是孟凡他想压榨我。你说我上个月一共发4600块钱工资，他一分都没给我留啊。说什么？我不管买什么东西，留在京我是同意啊。那能什么样啊？你也别生气了。 你再不吃了算了，吃吗？来，我这鱼给你五块，你拿吧。多吃点什么呀？等你买点什么吃吃哈。好嘞，妈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俺俩一吵架，我俺妈家。来，好好，把钱拿出来。什么钱？ 再给我瞧哈，我得听见了。俺妈刚才给你不是500块钱吗？你拿出来。我不给，是他妈给我的。咱妈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你给我拿出来。谁说俺妈的钱就是你的？你是我给小兰的。
你现在跟他要回去，这算哪门子事儿？哟，你不急是吧？哎，码头有点耽误啊。